小秋，你一意孤行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每次不是我跟你收拾烂摊子，但是这次，能不能请你冷静的想一想，新上人是什么水准，爱上什么水准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为了帮林心毁了我们匠心前途啊！不可能，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悲观。第一，新上人的设计理念和我们高度吻合；第二，我相信。 新上人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如果我们和林欣合作的话，我们甚至有可能成为行业的标杆。江雨秋，你怎么了？别说了。怎么了？你是？ 不是你一个人的小雨秋，你也不再是他唯一的联系了。